说到何炅，相信观众是非常熟悉的吧？何老师在娱乐圈的名望也是很不错的呢。而且在今天是何老师的生日，娱乐圈中的明星们也送上了祝福。不过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快乐家族的人给何老师送上的祝福了。快乐家族五个人一起主持了十多年的节目了，何老师生日，快乐家族的成员也给何老师送上了祝福。不过有谁注意他们对何炅的称呼？关系好坏一望即知呀。吴昕大家是不陌生的吧？吴昕在0:25的时候祝福何老师生日快乐，而吴昕对何老师的称呼是何老，这个称呼也看得出来两人的关系是很不错的。李维嘉的是我和，还有杜海涛也是写着我和，还有谢娜的称呼是我炯。不得不说，看到快乐家族对何炅的称呼之后，不得不说五个人的关系就像是家人一样的。我说的对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吧。